瑞士品牌顶级珠宝及腕表展7号盛大开幕，一票艺人盛装出席，让现场的闪光灯整个亮个不停。刚刚经纪人一直讲说，我今天就是移动的城堡，因为就是非常贵重的珠宝摆在身上。那我本身就是手啊，是比较知名的那种，讲好听呢，就是比较福气的手啦。但是很多时候都会被大家笑说是那个铁不辣手，但其实真的只有铁不辣手撑得起这么大颗的钻戒哦。同场出席的江宏杰也穿着西装帅气现身，而他的宝贝儿子可是才刚过完三岁生日哦。因为我身边朋友也是有送他很多的礼物，那我自己也准备他心爱的蜘蛛人的玩偶玩具。那孩子的妈妈有传生日祝福？有。有视讯的？会。那接下来全明星有第四季的计划吗？第四季啊，就是看，我觉得看当时候的自己的状况，然后因为之后也是球馆要比较忙一些，所以就是看情况，然后再做一些调配，不排斥。